各位现场所有的各位长辈、各位 B 以及所有莅临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各位今天来到108年全国性房屋税开征记者会。又到了在一年一度的报税时节，那其实呢，我们也即将呢在今年度呢有非常多全新不同的选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年一度的房屋税也即将在5月1日来进行开征。那在今天呢，我们财政部户税署呢也特别是举行了开征前的记者会，就是希望能够来传达给大家呢全新不一样的资源，以及呢让我们所有的国人可以有不同的查询管道。在以前呢，可能大家会优先想到的是呢纸本的方式，或者是呢可能亲自到现场来做查询。但是现在呢，我们让大家有全新的选择，你在家里也可以来进行缴房屋税，或者是来做查询。待会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分享。首先也在今天的记者会一开始要介绍莅临的各位长官，待会呢我们也请介绍到的各位长官起身向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挥手示意。首先是来自财政部户税署财产税组李素兰组长，欢迎您。晚安。以及陈曼煌副组长，欢迎您。接下来是江雅玲科长，科长晚安。基征行政组谢惠美组长，欢迎您。紧接着是蔡素珍科长，欢迎。接下来要介绍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黄玉明处长，欢迎处长。还有来自房屋科陈世荣股长，股长午安，欢迎您。接下来是薛志珍股长，欢迎您。计划服务科叶淑仪科长，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赖湘军股长，欢迎。也再一次感谢各位长官的莅临以及指导。在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我们的活动主题与我们的开场演出来做结合。今天我们的开场演出非常的特别，我们要把呢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常见的日用品还有生活用品都要呢来加入我们的演出元素当中。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工作人员现在呢拿进来的呢，里面桌上都是大家在厨房可能常见的锅碗瓢盆，还有呢生活日用品，包含呢还有厨具等等。今天呢，我们将结合它来变身成一场非常华丽的乱打秀演出。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的是人间兵器打击乐团，要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接下来就邀请现场各位长官以及我们媒体朋友们，让我们一同用掌声来迎接精彩的开场演出。哎，还是你啊。
熬夜，再来。好的，两下太简单了啦，哦，这什么东西？我跟你讲，来一点，三下，哦，三下，来，来，预备，一二三，哎呀，这个声音太棒。轻松的来完成缴房屋税。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支简短的影片，先邀请现场的各位所有贵宾，跟您的目光转向我们左右两侧的荧幕，一同来观赏108年房屋税开征的宣导影片。你看这个地方，采光好，地点好，而且银行、便利商店附近生活机能相当好哦。对了，5月份就要缴房屋税了，这样我就可以走路去缴了。现在不出门，在家用手机就可以缴房屋税喽。董秀给你看吧，下载有提供缴税服务的行动支付 App， 扫描税单上的 QR Code， 确认缴税资料，缴纳完成。你看，有各种缴纳的管道，现在可是一换时代呢。别忘了，5月要缴房屋税哦。各位刚才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宣传影片了，让我们再度用双手以及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一次的宣传大使谢金颖再度来到我们的台上，掌声欢迎金颖。那我们今天现场莅临很多的长官，有很多的媒体友们，先和大家问声好。好的 ，Hello， 大家好，那也欢迎所有的媒体朋友们，然后现场的各位长官们，大家好，我是谢金颖。那刚刚呢，我们看到呢，金颖在我们的这个开场演出当中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我们知道呢，因为平常你自己呢也是忙于工作，然后呢，最近好像有两部戏在嘎，对不对？对对，就现在呢，就是拍摄时间还蛮长的。哦，所以你在这个之前，你缴纳房屋税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方式呢？因为我们就是工作时间比较不太固定，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就会过期忘记缴了，或者是就是请自己的家人妈妈代缴这样。
哦，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上班族，或者是呢，可能有一些人的工作也是没有办法说呢，比如说呢，抽出一点时间，或者是呢，可能已经想到，但是可能已经下班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刚刚我看到你在我们的情况剧当中也有特别讲到说有一个全新的 app， 那我们来给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好的，那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板子，可以给大家教教大家这样。好嘞，我们再给大家也来复习，来好好认识一下到底有多方便呢？好，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先下载已提供缴税服务的行动支付 app， 这是第一步。再来呢，就是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这是第二步。接下来，谢谢。确认缴税的资料。好，最后呢？最后呢，就缴纳完成啦，是不是很方便呢？真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已经不是三步骤，是两个步骤就轻松的完成了。像如果呢，你平常真的是上班抽不出时间，直接呢这个午休吃饭的空档，把这个 app 拿出来就可以轻松的完成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对不对？对，而且像现在有很多就是上班族，然后他们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也会加班，然后或者是说像是一些家庭主妇，他们会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去，那这个方法就非常的方便这样。所以呢，这个呢轻松而且呢又让大家可以快速上手方便的 app， 也谢谢我们金颖跟我们做很详细的分享，掌声谢谢金颖。谢谢。同时在今天呢，我们其实还有不同的管道，也就希望透过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一些方式可以来做查询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的黄玉明处长，要我们来做更详细的说明，也让我们把时间用掌声一起来欢迎处长，掌声欢迎。现场的各位记者的朋友啊，以及我们财政部的长官，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那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2018年房屋税开征的一些状况。那简报的部分哈，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开征的作业，第二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缴税的一个管道，那第三个部分就有一些可能要叮咛大家、要提醒大家的事情。那在开征作业的部分哈，那当然我们知道房屋税每一年的开征都是5月1号到5月31号这一个月的期间，那但是它科税的所属的期间其实是上一个年度的7月1号到当年度的6月30，那科征的对象就是当然就是在地上物的房屋，还有一些增加那个房屋的使用价值的一些建筑物，都是我们科征的一个范围。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108，我们整一个开征的一个概况是这样哈，我们的户数大概从868万哈成长到879，这个是全国，那增加大概11万户，成长大概1.27%，那税额的部分从771亿啊成长到792亿，大概增加约略21亿，那成长比例大概2.69%。那我们开征，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全国的概况跟六都的一个状况。大概户数的部分哈，大概六都就占了74%左右，那剩下才是其他非六都的县市，大概26%。那税额的部分哈，大概六都的部分约略比那个户数的比例稍微高一点，大概79%。啊，那非六都的部分大概21%。好，那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税从户数的角度去看，其实大概就是自住公益出租的部分占比是最高，大概78%。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营业用，啊，从税额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刚才从自住公益出租哈，大概占比很高78%，但是它的税额其实只有占到38%。那营业用的部分，好，它房屋户数比较少，但是因为面积大或者是地段比较好，所以它营业用的那个税额占到高达42%，是最高的一个税额的一个占比。那第二个部分大概就是讲一下这个缴税管道。我们通常我们讲说缴税管道大概有7大管道哈，包含我们经常会到金融机构里面去领汇缴纳的。那这个要听大家说，银行哈，还有说邮局的部分其实是不代收的，当然也有部分银行是没有收了啊，绝大部分的银行其实都有。那另外一个哈，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
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说刚才的 app 的那个缴税以外，其实我们比较建议的是说，如果民众可以去办约定转账纳税，其实我们是最推荐的一个方式。那便利商店的缴税大概20000块以下，也可以到便利商店去缴纳。那信用卡的缴税或金片金融卡或活期存款的转账，这个等一下我会再特别再说明。那自动柜员机的缴税，就是到 ATM 里面其实也可以缴税了，这个是七大的缴税管道。那我们看一下这手续费的负担哈，因为我们到那个金融机构临柜其实没有手续费的哈。那其他的缴费的途径除了信用卡以外，其他的税这个手续费的负担都是税捐机关去负担，所以民众其实是没有负担那个手续费的啊。不过如果你用信用卡，就要看你的信用卡公司里面约定的那个有没有手续费。那我也知道，就是说很多的银行提供的信用卡其实是免收手续费的。好，另外一个就是缴纳的途径。好，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三个缴纳途径，好，包含活期存款的转账，或者信用卡的缴税，或者金片金融卡的缴税，绝大部分都可以透过网际网络啊，或者是用 QR code 的方式。那 QR code 当然有两个方式了，一个就是说你纯粹没有那个 app 的话，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其实是进到财政部的 PayTax 那边，其实也可以缴税。好，那信用卡其实是三个途径都可以啊，金片卡只有两种途径啊，只有网际网络跟 QR code。其他的包含电话语音其实都可以缴税。那下来就是讲到一个哈，就是说其实两个比较新的一个缴税的一个途径，包含哈我们没有税单其实也可以缴税。我们刚才看到说你 QR code 其实都还是什么，还要有缴款书，就是有那一张税单，其实你才能透过那个媒介去处理。那另外一种是其实是不需要税单，你有自然人凭证，其实就可以上那个我们财政部的地方税网络的那个申报的平台里面，其实就可以缴税了。好，他连税单都不需要。那刚才那个主持人也介绍过，这个 app 里面其实就是扫描 QR code， 直接到那个，其实也是可以完成缴税。那有几件事情，顺带提醒大家。那有时候因为我们大部分其实应该讲说，全国所有县市的地方税的缴款书应该都已经寄送了，那可能在寄送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的民众可能没有拿到那个缴款书。那如果没有拿到缴款书也没有关系，你有几个途径啊来申请补发缴款书，包含你到临柜来申请，又或者用书面来申请啊，或者用电话语音来补单。这个财政部有建立一个全国的单一的语音的一个途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到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里面，其实也有一个申请的途径，那就不用自己再跑一趟到税捐机关里面了。那另外一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地方税三个税目定期开征都有一个缴纳期间，但缴纳期间过了之后你再去缴的时候，其实你的途径会受限，可能你要到银行去缴。那银行去缴不打紧，你每逾2天都还要加征1%的滞纳金。那如果逾30天加征15%的滞纳金之后，我们还会把这个欠税移送给执行署，好去做强制执行。好，这个也要提醒大家。那另外一个我们这里推荐就是说，约定转账纳税，这个我想第一个它没有手续费负担，第二个也不用怕遗漏。其实我们还会税捐机关还会有一个提醒的，还会有一个转账的一个提醒给大家。好，那也无需保存这个收据啊，也没有什么等候的时间，而且扣款扣在哪？扣在最后一天。比如说今年今年是5月31号，刚好是礼拜五，它其实是隔一天才扣。那下一个上班日是6月3号，所以是6月3号的0时才扣款。好，然后其实对民众的权益其实是压到那个最后一天才扣这个税款的，所以我想这个对民众来讲其实也是比较好处也很多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不管你约定转账或者是说我们用其他途径，我们过去可能会寄送那个缴纳证明，
好给大家。那今年其实我们就开始，就是说希望那也部分民众要求我们这些机关就希望尽量节能减碳，所以很多的县市其实缴纳证明没有在核发，好资本的缴纳证明，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不管是缴款书的申请或转账通知或者是缴纳证明的索取，都可以到那财政部的那个地方税网络申报的作业平台里面去申请，而且申请一次就是年年都会用这个途径寄给大家，爱也节省大家的时间。好，那我的简报就到这里，谢谢各位。非常谢谢处长的详细说明，请处长先行回座。那刚才呢，我们在里面看到，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途径可以让大家来进行，而且同时呢，刚才我们处长有补充非常多的细节，包含呢我们刚刚所讲到的约定转账等等呢，都呢特别帮我们的国人还有民众朋友呢，有想到很多的这一些呢，比如说大家担心说这个扣款的时间等等呢，也都帮大家注记了。一样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108年房屋税的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日，也请大家呢务必记得准时缴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今天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房屋税开征的启动仪式。让我们也一同欢迎今天莅临的长官与我们共享这一个时刻。首先是来自我们财政部赋税署的长官，让我们欢迎李组长以及张组长。接下来我们要欢迎谢组长。紧接着是来自我们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的长官，欢迎黄处长，也欢迎叶科长。接下来是陈科长以及赖股长，同时还有我们的宣导大使，欢迎金颖。有请我们各位长官贵宾。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下，我们请中间的长官，我们稍微像一个半圆弧形，对对对，我们稍微这样，对对对，没有错。好，那各位长官，我们前面呢有一个丝带，请我们各位长官帮我们打起旁边的丝带。好，待会呢，在我们正式启动之前，我们先让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先捕捉精彩的画面。那我们也请我们各位长官，我们先手握丝带，让我们先从，好，我们稍微往中间靠拢一点点，来左右两侧两，那我们稍微侧身，侧身会让这个身材比例，听说看起来更加修长苗条。好，那我们各位长官，我们先从中间的媒体朋友们开始，我们先看一下中间。那如果我们各位民友们有需要长官看向您的镜头，也可以稍微挥挥手。好，我们先从中间上面开始。接下来我们稍微看向左前方的民朋友。好，我们右边这边有一个平面，来，我们也看向右边的镜头。好，我们中间再补一点画面，来，请各位长官，我们看向中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倒数，数到一的时候，请各位长官帮我们拉向你手中的丝带，也请各位媒体朋友们准备好您的摄影机、您的相机，让我们一同来捕捉精彩的时刻。3、2、1，请启动哦！108年房屋税于5月1日起正式开征。让我们一同来迎接这个时刻。谢谢各位长官，我们再度往中间靠拢。好，那我们的一同和我们前方的主视觉合影，请各位长官，我们再一次看向中间的媒体朋友。好，先从中间挥手的地方开始。接下来，请各位长官，我们将视线转向左前方。接下来我们把画面转向右手边。好，我们再保留一点时间给中间，好，中间挥手的位置。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谢谢我们台上所有莅临的各位长官，也谢谢我们宣传大使。各位长官请先回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待会呢也会进行媒体联访，如果有需要媒体联访的媒体朋友们，我们各位长官将会在舞台前方稍作停留。那接下来呢，也邀请各位媒体朋友们可以将您的摄影